扯。要先吃吗？先用人契约法发反很奇怪。五光之幻，我们帮他绿了一张牌。憨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警告过你了吧？有可能会发生很不好的事啊，比如说他有死之类的，痛倒是还好。拿我没辙，但这句我觉得这手就应该弃暗了。我们也没抽什么牌。加入或死亡，或死亡后加入。你只是暗影操纵的木偶。啊，这怕狼啊！神女斗。值得一战的敌人，离开我的丛林！我天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暗影狂怒者，真理是我的盾牌。暗杀其实是好牌，尤其是是非暗杀。就这张应该要出，应该说这张应该要出出来，对，所以我们可能只换消失而已。好，这张是烂牌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可以换了。此刻开始复仇的开始。OK， 正义会获胜。看这游戏变超复杂了，到底谁是谁啊？我是术士，可我手上有牧师跟盗贼的牌。绝对的恐惧，感受我的痛。正义会获胜。
这不用闷啊，因为他如果撞进来的话，我们这样还是斩吗？所以现在这个就要闷掉了。What the actual fuck？ 所以我们可以下轮再闷，所以我们可以翻刀，然后再上一次瓦利拉，然后不理他，因为反正他没有人可以攻击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做双门子欸。What the actual fuck？ 门已开启。可是做双门子对我们来说，可能也没什么小用。除非这里拿到什么，拿到好牌了。好，所以至少要缴一门吗？对啊，至少要缴一门，没办法。对，而且这两费，OK， 所以真的是看我们抓到什么牌。你到底是谁？他应该要控一个来治疗。死后才是复仇的开始。其实我可能应该先把武器放进去比较好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神之背叛呢、啊？这是背叛狂信差，解一下好了。理论上，我这里面的牌是他手上的牌的两，是他。这里面的牌的两倍之类的我靠可是我出不了欸，但好喜欢哦施法不公，连蝎子都出来了我充满期待。OK， 他这样，他是其实有点塞。他竟然不治疗这只，好像我满手牌了。无声的死亡。永动机。应该是不乘以二再乘以四。哇，他是赛道了。好，两个都解掉。不过我们有一堆随机死生手下，他可能对齁，他竟然不解这张，所以他赌我伤害不够。我的确伤害不够而且我手牌会爆。七三八，可以，我要留这张了，我要留这张在场上。欸，这张不会出事。我根本就没有八点场攻所以根本就解不掉，所以我势必一定得开赛，所以我要嘛就让他让这个再敲我一次。我要
干，我牌太多了，靠 U， 我牌太多了。就我等一下阿雅还会变多，所以我们可以真的开始种菜。哦，这是七啊，他没有做好细节，应该说他没有时间做好细节啊。搞空间不够。啊，这不是龙火。我们快进疲劳了。我们要靠阿雅来赢啊。哦，没有场了。我必须赶快选择。一二三四五六。我们要送掉一个这个，因为我们要一定要种菜。这菜可能种的不够快。哦，其实我觉得送掉草凤不大好。GG 了。真不错，我们菜种的不够快。啊，我可能应该要想办法让手牌有八张哦，这真的很难呢。就是我必须要让索尼亚死掉，就场面上完全没有索尼亚，然后我手上还有一张索尼亚，然后把手牌量调到八张，可他中间还用时间龙来。搞我一次，所以很难打到。就你没有那么多思考时间了。一张索尼亚送掉。我们中间有一阵子其实很需要两张索尼亚，
因为我们要把嘲讽量给续上来，来打酱油。虽然嘲讽量续上来也没什么效用，就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快有爆牌问题。佐尼亚种菜贼。然后有出五六九应该就可以打回来，可是我们五六九有点晚才到，掘墓人送太多，可是我们阿雅也是掘墓人洗出来的。问题是嘲讽量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到后面被摸一下脸 就走了，所以你的嘲讽量一定要跟对手场面上的生物量至少要一比一，然后 比较多理论上比较好，所以理论上应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你手牌很少牌，然后你场面上有个索尼亚，然后有两个一一在，有两个一一嘲讽在，然后他撞进来之后，你嘲讽就会直接再洗回手上。不过反正总而言之，其实他有那个神圣信息，我们应该都是死。算了，我们继续用这个爬爬看好了，看能爬到2000之类的。